利用这一段时间跟网友们聊聊天，因为我是很少和网友聊天的，没有那个时间。这一次呢，我主动跟小鱼说，我说给我录个小片儿，我聊聊天，然后你给我挂到网上。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呢？就是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录制这无量寿经。这个同修们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，真是有点超乎我的意料之外。现在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已经挂网第四集了，以后每隔5天还要陆续的挂。我要跟大家交个底儿，就是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啊，我这次试讲究竟要讲多少集，能讲多长时间？这个我初步的算了一下，这个不是绝对准确的，大约是讲圆满70集左右。现在呢，这一次小鱼来给我录像是第二次来录像，因为这个录像呢，它不能接着一直从第一集录到第70集，因为要给它留出来制作的时间，这个制作是比较费功夫的。我跟大家这么说吧，就是说第一次小鱼来给我录，一共是录了22集。这一次是第二次来录像，录到4月26号，那就可以这一次又录24集，那加一起呢，这2次录就能录到46集，那就还剩24、25集这样吧。第三次再来一次，5月份。基本这个录像就完成了。那现在大家具体的就是这样的啊，第一次录像呢，我们是从3月12号开始的，录到3月24号，一共是录了22集。原则上是一天录2集，上午录一集，下午录一集，因为第一次录吧，属于试验性质的。所以有些个临时出现的问题还要处理，要解决，所以就没有完全保证每天2集。这样呢，就，12号到24号，可能是13天吧，一共录了22集。然后小鱼就拿着22集回吉林去搞后期制作，然后挂网。那现在呢，从4月15号开始录这次。我们计划录到4月26号，这样呢，15号到26号一共能录出来24集，这再加上前一段录的就是46集，第三次录就是后面剩的24集到25集左右吧，所以我们预计大约5月底之前就可以全部录制完了。那有同学一听，可能又着急了。说老师，你都录出这么多集了，那为什么挂的这么慢呢？说5天一集呀，是不是有点太慢了？因为这个，所以今天我才提出来跟大家聊聊。因为原来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吧，真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，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原来我就想，我讲完了，你录出来了，直接就往网上一挂，大家就听就看着完了呗。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和小鱼啊认识这么多年，03年认识到现在，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工作狂，
干起活来不要命。另外，他总是追求尽善尽美。因为他这个，后来我说你这是一种职业病。那精益求精、敬业，我说我赞成。但是你这个玩命的敬业法，我实在有点不赞成。所以现在他过来给我录像，我都看着他，每天告诉他几点必须睡觉。哎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呢，我现在我知道了，这个程序很复杂。你比如说小鱼来给我来录像，录完了以后，就是在录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有一些出现一些小情节吧，咱们这么说，小插曲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你们如果看这个光碟呀，可能有时候你能看到有那小飞虫在飞，就这个季节。我住的这个道场，就是无数的那个小飞虫，你都没法办，你抓也抓不净。哎，天一暖和，太阳一出来，它就满屋飞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那个小虫它满屋飞，就影响这个录像效果。特别是有一次比较明显的，这个小飞虫呢就落在那个佛像身上了，然后就在那身上爬来爬去，又爬到头顶。然后后来又爬到佛的脸上了，来回，我说他也在旅游，你这个怎么办？你整个录像都要做重新处理，这个是非常困难的，如果哪位同学有高招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来解决？你抓是抓不过来的，每次录像前我们好几个人都去抓小虫，但是我们不杀生，抓着以后给它放到室外去。你有一次一个小虫。我正讲着呢，它在我身上爬，我知道，那我就不理它吧。我心里爱运动，就运动着吧。结果它爬到我头上，就在头发里运动，那是很痒痒的。但是那我能忍受，因为我知道正面对镜头，我不能动，我又不能去抓它。那你就爬着吧。我现在在头发里，同学们可能看不见。结果它头发里爬够了，它就爬出来了，就爬到我额头。它就定在我那个两眉之间了，它就不旅游了。你这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，弄得我们几个人都哈哈大笑。我说了一句："我说小菩萨呀，你来给我收集来了，你怎么站着不走了呢？正好在眉心中间嘛，那没办法，那录像只好停止，然后处理这些问题。所以同学们不在现场，不知道这现场的现状，可能大家不是那么太完全了解的。"你这个处理完了，小鱼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，他现在一录像，这个视频要上网，还要一次性的把那个字幕要上去，另外他还要把文字档一块儿挂出去，就这三样同时进行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。我们考虑了三个方案，按哪个方案好？第一个方案。就是像小鱼现在做的，就是前四集都是这么做的，视频上网，一次性把字幕上完，然后把文字档也一次性挂网，这是第一方案。第二方案呢，那就是先把文字档暂时先放下，先挂视频和上字幕，这样可能省出点时间，因为这个文字档是最费时间的。文字档是校对最少不低于5次，大家想想这个工作量该有多大？而且最后那个宗教，就最后一把校对，都是落在小鱼手里。你说他一个人得坚持多少项吧？所以现在他每天晚上前半夜睡觉几乎没有，到后半夜睡觉有时候都快熬到2天了。所以因为我知道，我了解现状。所以我就非常心疼他，你这不把身体搞垮了吗？这是第二个方案，就是暂时把文字档先放一放。第三个方案就比较简洁，就是文字档也不上，字幕也不上，直接上视频。要是这样，那可就快了，那一天上网一个都来得及。但是现在一看，同学们喜欢哪个，欢迎哪个，小鱼说。他从他那个角度看，他哪个他也不想舍。问的啥？他说有的同学们，
没有字幕不习惯，喜欢一边看字幕。他说还有一部分同学呢，特别喜欢那个文字档，说有的上班族，他在上班的时间不能看视频，他可以看这个文字档。所以小鱼的意思呢是哪个也不舍弃，都是一次性完成。如果按这个方案来办，可能就得坚持5天挂一级，因为这个如果正常情况下，他这个工作量应该是7天挂一级。后来我们想，7天实在太漫长，让同学们等得太着急了，就这么压缩压缩。为什么他们没有睡觉时间？就是因为这个，压缩出2天的时间，争取5天挂一级。所以我把这个实际情况说给大家听，你们看看这3个方案哪个方案好，也可以提提参考性意见。这是一个我要跟大家聊的。第二个呢，我想跟大家说说，我最近呢，小鱼因为在我身边，我就可以看一看网上同学们的留言。我看这个留言，我不是要看大家对我的赞叹，这个我真是这样的，我不是要看大家对我的赞叹，我要看看同学们提出了哪些建议性的意见也好，批评性的意见也好，我要看这个，特别是一些负面的意见，我一定要看，不管人家说的对也好，不对也好，我是坚持这个原则的，我一定要看。在看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有这样一个想法，就是有同学给我提出的一点建议性的意见吧，实际很中肯，完全我能够理解的。有的同学很客气，比如说有一个同学他看得非常认真，我把实行口误说成实例了，这个同学他如果看得不认真，他发现不了的，结果他在网上很善心善意的给我提出了这个，供老师参考。人家说的非常客气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非常感恩，给我作为提醒的这个同学，你做的完全正确。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个，我的愿望是我把这部《无量寿经》讲圆满、讲成功。你们的愿望和我的愿望是一致的，也希望老师把这部经讲圆满、讲成功。我们甚至是不希望有什么瑕疵吧？你这个做法是对的，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觉得我说了，老师会有什么想法？我不会有什么想法的。对一些不是善心善意的批评意见，我都能坦然去面对，因为我知道有的人现在就从我每一集讲的那个过程当中，他们在挑毛病，他们挑要干什么，作为攻击我的炮弹，这个我都可以坦然面对，不管他是对也好，错也好，对了我就接受，我就改正，提高我的这个讲《无量寿经》这个水平吧。我非常希望把这部经讲圆满、讲成功，所以不管是哪方面的意见，我都会接受的。对的我就改，不对的作为借鉴就完了嘛。就是我就是这种态度。所以同学们，我把这个实际情况讲给大家听了，不要着急。有同学在网上说，盼星星盼月亮才盼出来第二集，一集一集盼呢。我昨天看了以后，我非常感动，因为这集吧可能是早晨挂的，挂完了以后，我看这个留言的时候呢，大约是下午吧，是小鱼给我看的。上午有一个同学把他手机里那个播出来给我看了，那个时候可能点击率就大约是8000多了，而且他随时都在增长，所以我就想，哎呀，可见这些同学们多么心切呀！你看，刚挂网1、2个小时，点击率就8000多，而且就有同学留言了。那些个留言我看了以后，真是让我内心非常感动。我觉得你们的留言对我是一种激励。我看你们的留言，听了老师讲的《无量寿经》，你们信心满满，
这个愿心更坚定了，我特别受鼓舞。我觉得我讲，如果说我疲劳一点、累一点，没关系，我都值了。我就讲，有一个佛友听进去了、听懂了，有一个佛友能今生了生死出轮回，我最不仅我就没白讲，何况我觉得不是一个两个能听懂的。我给你们大家举个例子，在我讲经的那屋里，有一只手指甲大的小蜘蛛，天天在那儿。我们有佛友在那屋嘛，他告诉我，他说老师讲经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小蜘蛛一会儿把那个丝拉出来提溜着，一会儿把丝收回去卷上去，一直在那个地方。今天我问那佛友，我说你看看小蜘蛛菩萨还在吗？他一看说在，然后他把那个小凳子端起来，我一看确实小蜘蛛在这。我当时说了一句：“我说这只小蜘蛛很有灵性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它听完了，这个小菩萨成就了。”所以我就想，我讲《无量寿经》信心满满。有同学说看到老师红光满面、底气十足，我太高兴了，真的。我刚才说我累呀，我疲劳啊，我只是跟你们这么说，你们看不到我的疲劳，看不到我的累。因为我讲完了之后，我如果再跟大家分享的话，我会告诉大家，我这部经之所以能写出来、能讲出来，100%是佛力加持，真不是我个人的能力。所以你们要感恩，感恩阿弥陀佛，你们要感恩我周围的这些护法菩萨们。虽然我周围看得见的护法菩萨们人数不是那么多，但是可以这样说，个个管用。每个人要干什么，保证把自己那一份干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我的任务到点，我就进录影室，我就去面对镜头给大家说。现在已经说应该是过半了，如果要是70集的话，今天讲完可能就35、6集了，这就过半了。所以后面的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想一定会顺利的把这部经讲圆满的。我希望我不白讲，大家也别白听。这部经确实是一生成佛的经，这个法门是一生成佛的法门。如果我这部经讲圆满了，你就把我说的这两句话牢牢记在心中。把它落实，我保证你今生一定成就。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感恩大家。